我们来 Club V 的其中一个原因。开始前，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小小的鼓励，订阅我们的频道和给个 like 哦，谢谢。我们今天要住哪里吗？不懂，长三个猴子住。大家敬请期待我们的酒店 ，Stay tuned for more。七分钟就要到了。看那边有一条，一条楼梯，爬那边最高那边。这也难，这也难。不知道一点马来汉。不知道，文哥。我也看到马来语，啊，马来语。哈哈。不会。然后在 check in 处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进餐空间或者是休闲的空间。哦，兔 ，OK，OK。刚刚我们只是借用科技的伟大，这是谷歌传声。对，来沟通，语言上的障碍。你看到大包小包，所以你们来这里，如果你们来这里住的话哦，记得。带小包装，不能带整个行李箱哦，因为我们要爬山。哎呦，脚有点酸哎，微高微高，到了到了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这边还有一个厕所，所以不算太差。有电，有厕所，有水。不，我 expect 这个应该是没有烧水好的啦。空间就是这样子吧哦，有一点点那个地毯。然后这个是床，有别的水壶啦。外面这边就是哇，伟大的大自然。然后就没有了。去 Club V Town 找吃先。还是有免费的水。这间 Golden Thai Noodle 其实在我们上一集的泰国之旅 Abunang Beach Club 已经有出现过了，真的是非常推荐你们来这边吃，这真的非常销魂哦，有兴趣观看的话可以点击右上方的链接哦。哇，这个面浇那个辣椒过后，这个辣椒哇，整个就是另外一个 level， 看那个对面那个车都静静在出神，就知道到底有多好吃啊。辛苦，太辛苦了。Krabi 必来的泰国面，我们把地址放在 description， 都是本地人来吃的。100baht，100baht，100baht，100baht。现在来到 Krabi 的 Aonang 区夜市，看有什么买的。Shopping。你在这边 shopping 哦，真的是几乎什么都可以找到，纪念品啊、小吃啊、衣装啊、按摩服务、换货币。不过由于 Aonang Beach 这边其实是一个非常 hot 的旅游区，相对来讲，这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物价都会比较高一点。那究竟是否值得消费呢？就由你们自己判断啦。现在是早上6:30。我们要上山，
去看日出。我们要爬山。Good boy， 阿里，你上一点到了。啊。这里是吃早餐的地方，这里是拍照打卡的道具。啊。这个款式呢，就是一个 camping campsite， 另外一个600baht的是，可能还只打一个 camp 给你。可以叫一个100baht的食物，然后你上来这里参观的话，还要给一个100baht的 ticket。很 peaceful， 很宁静。Morning person， 非常暗，非常非常暗。累起来的 person 又就有点辛苦啦，不过那个 view 是很值得，再加上如果没有下雨的话更值得。这我怎么要讲重点的？嗯，怎么了这是？最大的 take away 哦，就是其实蛮无路啊，在这边蛮无路的。就住在这里的话，没有冷气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够冷，是没有烧水。可怜如厄。你一定要冲冷水，然后那个厕所是真的是太小了，上厕所跟洗澡的地方全部是在一起，一晚700baht，够是有包早餐，早餐是100baht，所以正确来讲就是600baht的房间跟100baht的早餐。那早餐也不错哎，还有一杯咖啡。OK 啦，阿美来看哦。一个东西呢，就是要爬山，就是你还要拿你的行李，记得带多一个小包包上山，不然的话其实蛮辛苦的。所以不要带那个大行李，你肯定搬不上山。就像那里面看到的，爬山去那住宿那个阶梯，有阶梯可以爬，所以比较方便。不过要去 viewpoint 的话，就要有点挑战了。穿包鞋吧，穿包鞋会比较好了。最后沟通会有一点点困难，因为这边的人不大会英文，我们全程都是在用 Google Translate 来帮我们解决。OK， 我们下期去一个玻璃屋酒店，拜。玻璃屋 Resort， 拜。想要看更多影片，点击这边哦，拜拜。